可以开始。咪住，你而家弹紧嘅系第几行啊？第二行，第二行系。系 major 嚟嘅，你弹我 minor 嗰啲声嘅，你咪唔记得咗啲 sharp 啊？好啊，一至八冇问题啊，左手。好，而家轮到九嘅左手。呢一度我想头先第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嗰个呢，我想听到个 E 音要有延续嘅效果，唔要太薄弱，同埋个 C 同 B 呢，我要你系延落去嘅。OK，系啦，唔好俾佢咁，系啦，好。系啦，OK，好，后边啦，都系左手。都系左手。停一停，如果我要求嘅左手呢，那个熟练嘅程度应该系。如果啲音系唔清楚蒙嘅呢，你要自己写翻。系啦，我都系睇蒙嘅嗰个 version 嘅啫。小心嗰啲 sharp 啊！嗰啲系直情你个手指系要 ready 要上去，系啦，即系唔可以去到弹到个音觉得哦唔啱 key 先调翻上去，你应该知道哒哒啊，讲错咗，呢度应该系 natural 嘅，系啦，即系要八键，系啦，OK，好，跟住继续落多一两行啊，25嗰度嘅左手啊。系啦，冇错啦，OK。因为头先我听你弹 Hands Together 嘅时候咧，你个左手好似唔系太过注意佢有啲错音啊，好隐意啊，有啲错音嗰啲声。系啦，咁所以你要注意翻呢样嘢，系啦。咁头先抽出嚟咁，即系你基本上大部分你都系睇得到嘅，咁就 OK 啦。好，
咁我繼續咯喎，咁hands together 我唔使再聽多次啦，我當你 OK 噶啦，咁我哋去33嗰度啦，即係呢度一樣嘅啫，係啦。咁你可以嗱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試下 hands together 彈呢兩句咯。你有冇第三张啊？有啊。好，咁我 download 埋先，你继续啦。你可以继续揾埋。O K。系啦，拍子嗰啲我会之后再同你讲，你揾咗啲音先。有 G sharp。它是 E 啦 G sharp B 同埋 C sharp， 你可以跟佢轉手指或者唔轉都得，睇下你佢轉手指係即係睇你夠唔夠平均啫。你夠平均嘅，你用一隻手指都冇問題。我就用我基本上我係用一隻噶，係啦，因為佢係驚你，譬如你攰得滯咁，你可能有陣時啲力度你就控制得唔好，佢就。轉手指當然啦，你轉手指有啲人係彈得好怪嘅，係會轉親嘅，就會有唔同嘅力度啊。咁樣嘅好奇怪嘅。咁啊，通常轉手指基本上你係有練過琴或者係彈過琴嘅人咧，轉手指就基本上維持到個力度係比較有一個咁樣嘅練習嘅，係啦。咁啊，遲啲我買咗書俾你噶，到時我哋會練噶啦呢啲嘢。咁所以呢度咧，你可以自己選擇究竟係。跟佢嘅 fingerings 定係同一個手指，而我嘅建議咧就係可以係 same fingers 嘅 ，OK？好，嗱，我哋唔好去到咁远先啦，我哋俾两行自己啦，我个要求就喺呢度啫。
去到嗱，你都睇唔到 bar number 啦。第三页嘅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第七个头嗰两个音就得噶啦，系啦，系啦，咁就再嚟多一次，好唔好？嚟多一次右手俾佢熟习下先。好啦，咁我哋试下咧，研究埋嗰、那个节奏应该系点先，因为好似好犹豫、哦，三环同埋两环究竟系点样呢？系嗱，呢一首歌我哋睇翻前面先，两拍啊嘛，one and two and， 咁即系话呢个系 one and two and， 咁呢个都容易去 handle 啦 ，one and two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。这个是要在晒个 and 入边嘅，不过头先我弹得不好，我弹得急咗嘅。OK，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one and two and 呢度我唔得嘅，我唔可以自己数自己弹啊。咁你呢度你就帮我谂啦。系啦，就系咁样啦。OK。你听唔听得明先个节拍？定系跟唔到？明嘅，明嘅系嘛 ？OK， 好，谂你自己试下咯。咁你左右又得，你好似我咁样大大声、大大胆咁数出嚟有得冇所谓嘅，但系你个要有啲肯定啦，嗰、那个节拍唔可以好似头先混音嘅嗰种啦。OK， 嚟咯，开始，都系右手。唔係，哒哒嗱，俾個音你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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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係咁樣噶。睇下先，你棘住咗系。
OK， 我明白你意思了，那個是 one and two and 那一下呢是 one and 應該是這樣，來多一次 and one and 跟著 two and 這樣咯。如果你真的硬要數的話是可以的，數到的，不如你要好協調咯。 OK， 嗱，不是，它不是不是这样的，是得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即是他有一个嗯一下的感觉的，是的。是那个应该是三环，所以它应该是 share 那个 n share 八分音符，所以不是那么慢的。是的，得得，是的，这样咯，就是这样了。好，那我轮到左手，左手那几个 chord 啫，应该可以的。聽到那三句有個 chord progression， 我不是就這樣彈出來的，即如果你是聽到它應該是一個啦，回一回啦，哒哒 unfinished 的啦，哒哒哒，跟著就很完整很圓滿啦，即係好個 chord progression， 其實都幾靚嘅，我覺得係啦，你可以欣賞一下。咁你而家可以試下混音。那個是 tie notes 來的，所以你應該不彈的，跟剛才我們剛剛談的前面那頁一樣。咁我哋试下 hands together 咯。
係啱。嗰度爭少少，係啊，你係咁樣練嘅應該。呢個係得，因為咧，佢呢一個 C sharp 咧係其實嗰個時間係長過你嚟緊後邊要彈嘅十六分音符多一倍，咁所以咧你就唔可以一連線咁樣。系啦，呢个就一定唔啱嘅 ，OK？ 咁啊，你点样去预咧？我自己嗱，当然数拍子系最准啦。咁但系有啲情况，我哋已经练咗嘅时候，我知道个拍子个性质啦。呢个系 N， 咁你嗰个 C sharp 你就耐啲啲咁多，啲啲咁多。咁就啱噶啦。OK， 你未遇到嗰个啲啲嘅啫，系啦。去到呢个巴先，咁我想由头一次听到佢呢个巴，但系咧我唔想你一开始弹得咁快，系啦，你可以弹慢啲，就翻你后边唔熟嘅嗰个部分，系啦，俾呢个节拍你，哒哒哒哒哒哒，我觉得 OK 噶啦呢度。诶，咪住，你再拖慢，唔系你个头开得啱嘅，跟住之后你弹个完整小节嘅时候，你就变翻你想要嘅快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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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以开始。
系啦，冇错啦 ，OK， 剩翻最后嘅一段噶咯，咁啊希望可以两日之后我哋可以再讲多两行咯，系啦，咁啊前面嗰啲咧你就照你之头先教啲方法练 OK 噶啦，做得都唔错，得唔得？嗯嗯，好啦，咁我哋星期四再见啦噃，拜拜。